开始看看我们螳螂的寄生虫生出来，这个叫做螳螂生出来铁线虫，你看喽、哦，出来了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哇操！一条、两条、三条，哦，四条，哦，哦。螳螂的最新的寄生虫哦，已经生了，已经活了60岁才亲眼看到，哇操！活60岁啊！哇，活60岁才看到这个精彩画面。是你哦，不是螳螂。哎呦，是我啦！我活了60岁，操你看，够会看死的，哎，惊死人啊！一个不倒公，四只，一个不倒公，四只。这家想我。